哎，好久没有拍摄练宝，那今天用 G19X，好，克拉克 19X 来射击。那我们用前面这两个靶，有写12公分的哈，这是它的最外圈的直径，然后我们用5公尺的距离来射击。那使用0.3克的 BB 弹，好，那大概可能射几个22发吧。所以我们每个靶大概放11发哦，啊，先从右边开始，好来。换左边了。到前面来看一下，好，先看前面的11发，好像还可以哈。好，11发的话，大概右边呢、啊，右边偏下方，下方这样7分那边可能有3发，8分的话有3发，然后9分大概2发吧。8分9分中间有2发，左上角的8分1发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看得出来的话，然后再看后面的第12发到第23发，先看有没有脱靶的。大概在5分哦，有个是飞到5分那边右下角。然后在后面的话都还不错，都是偏蛮密集的啊。那偏右下角，8分9分那边，10分好像有中一发，所以这样来看起来，后面几发比较密集哦，比较只是说瞄的地方可能在做修正了，哦，稍微偏低。我瞄的地方是在上方哦，在黑圈的8分跟白圈7分那个位置。那所以看起来现在可能可以到直接瞄7分这样子。好，拍到这边，拜拜。